如果那个时候 PUBG 可能再早一点出来的话，我说不定会跟 PUBG 的选手在一起的。左上要复出了吗？左上有机会了。左上突然觉得有一点机会，抱歉了西门，反正你也退休了。三二一 ，Hello， 欢迎收看《明星相亲》，欢迎《明星》第三季啊。那我们那个今天没有特别来宾，没错，因为上一集把 PS5 抽走了，现在节目很穷啊，不是 啊，没有特别来宾，我们今天要干嘛？我们今天要做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像在晃，在晃啦，好像有点大，对，有点大，有点大。好险，你知道这个世界开始不稳定了，需要一颗稳定的 CPU 来稳定世界。到底是哪一颗 CPU 这么稳定？不愧是拥有16核32线程的 AMD Ryzen。AMD 让你的世界绝不崩溃。AMD 真香。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乐器教心》。偷窥你的心。你的心。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喂喂，掌声鼓励。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微微要马上来看一下微微的字卡。抱歉了，西门，没了。Sorry, West Door。抱歉了，西门，没错。原本好像听说小编有打很多的东西，但想一想，还是这五个字可以贯穿全部。其实这个slogan应该是从那个前一阵子不是很红吗？大家玩的二选一里面就有人会放一些那个已婚人士进去，然后我们也只好。受不了硬选，今天就是要彻彻底底的跟西门说一声抱歉了、啊，那也没办法，两个小时以后再还你啊。今天除了微微之外呢，我们还有爸爸要隆重的来介绍啦。With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gaming comes alive.紧接着就是介绍我们的第二位爸爸安泰克爸爸的 P101 Silence 静音机壳，清新脱俗素雅霸气的外观设计，前静音面板的开门结构，四面静音海绵，高密度的防噪配音设置，免工具拆除的设计，最大可安装11个储存装置，齐全的面板 IO 硬澳孔，还有拥有4个 USB 风扇的控制钮，所有进出风口皆有防尘网，然后这个机壳是推荐给想要组矿机的朋友，硬碟挖矿机这个就是你的最佳选择。现在首先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为什么那个现在的 skin 跟早上开时光 skin 不一样？你也比较喜欢早上的是不是？对，因为我觉得越穿越多了。所以阁下平常是有在 follow 微微的实况台的吗？他常来啊！我常来，我没有抽到。没有那个什么小编呢，每次贴给我，然后我就这干嘛？我看进去聊个天这样子哦。这太夸张了！那美眉的来宾你要偷跑，人气的来宾你也要偷跑。毕竟对我来说都是非常 OK 的，我是一定跑到底哦，加速全力冲刺哦。好，那我们那个这边有微微准备的一些照片，其实你个人也是有蛮多故事可以聊的，对不对？这个有发髻，这是高中吗？我没有染头发，我本身头发可能拍照拍出来就是那个颜色，而且你的头发是很有层次的、欸。因为以前好像都会剪那个有层次的，就杨丞琳害的没？我那时候超不喜欢杨丞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害的，搞得每个人头发都这样子，我奇怪到底他妈的学谁的、啊？我念的国中也有发髻，但那个我们的发髻是不能有任何的层次那种，女生只能那种蘑菇头。你们这个是没有发髻？有发髻，我们不可以染，不可以烫。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发髻了，就是发髻解除的那一阵子，国中解除了。对对对，可是有些私立学校就有一次，对私校会觉得延续这个传统是好的。哎、欸，你这个头发没烫哦，你这个头发超级直、欸。
不然就是这个照片抓到了一个很奇迹的瞬间，看起来头发超坏。好好哦，那时候自然卷超白痴，然后大家都要去烫那个，那叫什么离子烫吗？对，就是自然卷就是丑男的象征，就是你只要头发卷卷的就是丑男，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头发烫起来。在那个年代，我们要强调，在那个年代，就不管花再多的钱，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头发某一些部分烫直，刘海跟鬓角一定要是直的，其他的就算了。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去那个剪头发，他说你想要弄怎么样？我说我要弄得跟博美一样，我要博美头。你这个什么发根银丝外面拉直，什么讲一堆？我说你讲那么多屁话，你就跟他说你要弄博美，不要看图，就是博美啊。OK， 博美跟马尔济斯有什么不一样？马尔济斯跟马尔扎还有什么不一样？那赫尔必斯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在接龙是不是？那跟白色都是一样的东西啊。赫尔必斯等于马尔扎，哈跟马等于马尔济斯一样。等于博美。对，等于博美，不一样啦。高中那个时候可以谈恋爱吗？不行，学校不行。那你有没有偷谈？有啊，我有被抓到过，然后被记超坏。超坏。你高中那个恋爱是初恋吗？如果国中的算的话，高中就。可是国中的话，就是怎么说，就连牵手都没有的哦。那可以不算，那可以不算，因为交往的最重要的指标是要有体液的交换，就是我觉得是口水至少要有交流。你说牵手也算汗水有交换，是不是？可是没有进到体内，所以不算。所以你不是跟学校的人谈恋爱吗？跟学校的啦，因为我们学校男生很多。那你的初恋有很铭心刻骨吗？初恋应该是我高一的时候跟一个餐饮科学长，又是学长，学长每一个故事里面不管怎么样，我刚刚就是在想他等一下是不是要讲学长，又是学长，又是学长。我高一的时候就输给了一个学长，我告诉你，那可是我跟那个女生后来持续还有在那个搞暧昧搞了那个一两年，他最后也跟我说。啊，当初是因为，也就是因为他是学长，所以后来才选择跟他在一起，没有跟我在一起。又是学长，又是学长，又是学长。OK， 没有问题。可以问一下学长的魅力在哪里吗？因为我初恋我不是学长，你是别人的学长嘛，对不对？你是别人的家长吗？我不是家长，你不是你是直接找别人的家长吧？这样很烦欸，应该有同年纪的男生追过你吧？为什么是选学长啊？哦，学长听起来就感觉比较厉害啊，而且学长可以骑机车到学校。高中的学长哦，他可能已经高中十八了吗？他如果是高三的话可以，高三的话有一些可以、啊、也有可能高中念比较久。我们周遭也是有很多人高中念比较久。你说高中念到23高中的阿梅亚都很喜欢被那个学长骑机车载啊。可以问一下，就是爸爸对于那个丈夫的部分是一开始是满意的吗？没，我那个时候就是怀孕就带才带他回家的。哈，哦，所以他来不及就结婚就。等一下，通常我们这边要问的话不是问丈夫，是问女婿。然后为什么前面有带过其他男友，那这个怎么是肚子大了才带回家？我们本来想问说，爸爸会不会对就是打电竞这一块会不会想比较不好的职业？没有，什么都没了，我直接带球来的，带球上篮。啊，爸爸，那爸爸没有傻眼吗？傻眼啊，但是他也不能怎样啊。那这个丈夫他有做过感人的事情，希望可以征得岳父的同意吗？好像也没有欸，他那时候很忙，他那时候还是选手。爸爸懂电竞选手这件事吗？爸爸是不是爸爸后来就是看新闻啊什么之类，会一直报一直报，然后他就觉得哦，他女婿很厉害，然后就到处跟人家炫耀了。对啦，有名这个很重要。有成绩啊，有成绩啦。我是蛮好奇，在那个西门知道你怀孕的第一瞬间，他的反应是如何？然后你是怎么跟他讲的？哦，好啊，那就生下来，就这样。我还以为他是会那种哇，你怀孕了，然后会那种很惊讶那种，结果他不是，啊、他是很冷静。心脏如此大颗、哦，难怪可以单杀飞克。你那小场面的东西跟那小米哦，我那个在世界赛上单杀飞克那个哇，抖到快漏尿了。只是个带球而已嘛，对嘛，只是怀孕而已嘛，不会以为是什么多大的事情呢、啊。所以他没有太惊讶这样子，这有在你们的计划之内吗？人生规划，人生规划。他是曾经有说过，就说他阿公有跟他讲说，就是。到他走之前，他希望他可以抱曾孙。哦，对，他是有这样讲过，但是也没有想说会这么快有。
他是这样跟你讲了，然后你们就开始减少防护措施吗？就是你现在在探讨这是不是男生的招数？因为我只好奇，这还是他减少防护措施的一个很好的说辞。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才会不小心中，对，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们就开始好，那我们就比较随缘分。嗯，所以先跟你讲，然后再让他大显身手。这个拿阿公出来当挡键盘的意思啦。对啊，就是尽情发挥啊，不是吗？尽情发挥，尽情发挥，尽情发挥。都是看缘分的啦。哦哟，他这是干嘛？为什么？这个是那个你要毕业之前要有那个专题报告。为什么专题报告要穿这个样子？对，他要穿正式服装。超正的耶，你要如何描述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很少会看到穿这样，如果假设他今天的衬衫跟裙子再弄得更紧的话，你就觉得有点社会了。你不要下流好不好？对不对？你就觉得他已经成长过了，但是因为他比较宽松，他还有点宽，对对对对，所以你就会能感受到那一股比较青涩的味道。对对对，就学生，是学生，确定是学生，因为这一套好像是跟别人借的，我不是自己买。对，你很客家耶。你怎么客家？因为用一次而已啊！你这样听起来，其实你家家境应该不错。你在客家个屁啊！我要跟爸爸讲，我要报告，他一定给你买最好的。我现在要开放，你说你对你觉得西门最大的优点三个：诚实，诚实。你问他什么问题，他不会跟你说谎，他连那种善意的谎言他也不会说，他会很老实的跟你说他就是做什么事情还是什么。所以你有例子吗？真是蛮老实。譬如说，你送他礼物，你送他礼物，然后他不喜欢那个礼物，他就跟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我不要这个。”然后他还会直接跟你说：“我用不到这样。”对，他说：“我用不到，你送我这个干嘛？”给他我之前送他一个一万块的万宝龙的钱包，他直接，然后他说：“这个放卡的地方太少了。”放卡的地方太少，我不要用。顶级评价、欸，那很有料哎、欸，那好狠哦。那你有因为这样生气过吗？还是你就都接受？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收回来啊。然后以后我就学聪明啊，我以后就买那个我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不要，反正我就自己收。哦、你就会自己用，你也可以自己用这样子。先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然后再给他这样。所以第一个是诚实啊，还有你喜欢他的地方有什么？现在的话，我觉得他会帮我稍微顾一下小孩吧，就跟小孩玩，因为我没办法长时间跟小朋友玩，可是他可以，他可以跟小朋友玩。你没有办法长时间跟小朋友玩是什么意思？你会不想，你会玩到不想玩？可能我玩一下之后，可能玩个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觉得哦很无聊，跟小孩子玩很累。哦，但是他是可以跟小孩子玩个可能两三个小时之类的。哦，有耐心。对对对，我觉得那很强。可是他跟小朋友有耐心，不一定是代表对你有耐心吗？对啊。哦，所以他对你不是很有耐心，但对小朋友很有。OK。好，那你要想一下哦，第三个要讲了哦。第三个哦，嗯，你知道这样很妙，因为第二个也是生小孩以后才那个。因为我很好奇，就是怎么样可以拔到这样如此顶级的正妹。我发现重点就是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与众不同，要特别与众不同。对对，可能那个时候有那个选手光环吧，就觉得好像哎、跟选手在一起就不太一样，是一个特别的对特别的对。什么电竞馆去那边，人家说啊，这个不是那个谁谁谁的女朋友吗？没错，就是我。这就跟高中穿那个学长的外套。那个学长的外套，然后一定要把那个学号那边露出来啊！那学长那么帅，跟他在一起哦。所以微微对于这个西门的心理，其实是与其说爱慕，不如说崇拜比较多吗？对，哎，左上你选错项目了，左上。我也没有选错，可是我就没办法到那个高度嘛。我们就认清自己是个普通人，好不好？我们要没有，我告诉你哦，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如果那个时候 PUBG 可能再早一点出来的话，我说不定会跟 PUBG 的选手在一起。你比较喜欢 PUBG， 你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英雄联盟。哎，我比较喜欢射击游戏。其实说实在的，左上要付出了吗？左上有机会啊！左上突然觉得有一点机会，抱歉了西门，反正你也退休了，毕竟我们曾经也是同队。人妻异动，人妻异动，不行，太硬了。啊，那个微微最近近期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是有开台时间
我平常开台时间就是几乎都是早上中午，因为他们如果早点睡的话，我早上就可以起来开台。啊，假日的话可能就是多一点时间陪他们这样。嗯，可是偶尔假日还是会开了。哦，但大部分都是在平日的早上。今天非常感谢微微，大家喜欢微微的话，我们有各个平台 IG 粉丝团或者是他的实况台，大家记得要去支持一下啦。感谢微微，掌声鼓励，谢谢。虽然他叫我叔叔，但还是很可爱。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爸爸们安泰克还有 MD 以及 HyperX， 下礼拜一样会有月息交期偷窥隐形，那我们就下礼拜见了。晚安，拜拜。Technology changes the world, but not on its own. Hardware needs heart. Software needs soul. When processing power meets brain power, tomorrow comes alive. 1,000 ideas spark inside one mind.The world shrinks. Horizons expand. The speed of progress leaves us breathless. With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o lift us, we see more possibilities, new opportunities.We see where the future starts.